路加福音第二章第二十五节，在耶路撒冷有一个人名叫西面，这人又公义又虔诚，素常盼望以色列的安慰者来到，又有圣灵在他身上。因为我回来教他们用工具书嘛，告诉他们买什么工具书嘛，而其中最重要就叫他们买 Bible Temple 的书嘛，因为那个是很重要的嘛。所以我去过观塘显恩堂，又跟那个牧师分享过几次啦，我在新蒲岗真道教会帮手的时候又分享过啦，我去过元朗真道教会的时候又分享过啦，我去到不同的地方我都跟他们分享这些。而到一个阶段呢，除了权威和我一些的弟兄姊妹之外呢，好多呢啲嘅牧师啊，即係佢牧师通常会猜度人哋嘅动机㗎嘛。佢諗起讲返我听呢，但係都过咗一两年后先讲。佢哋全部都以为我係推销呢啲书㗎。你諗下几恐怖。即係係咁。然后我识嘅嘢俾人觉得我係推销呢啲工具书。但係当然啦，呢啲书我根本俾咗份嘢佢自己走去买㗎嘛。佢可能以为我係收回佣啦。咁但係总之呢，就係佢哋自己去买㗎。但在我嚟讲咧，我谂住哇，好宝贵嘅呢一种嘅方法，因为我直程同佢哋咁讲啊，即系话嗱，你见唔见啊？嗱，呢啲 Bible Temple 嘅书咧写得非常之好，但系你有工具书嘅话咧，你根本喺你所定嘅任何一个题目当中咧，譬如好似 Bible Temple 所写嘅大卫会幕，或者系所罗门会幕，或者系新约教会，又或者系但以理嘅七十个七，你其实系可以圣经里面揾其他题目，都可以check翻同样质素、同样级数嘅领袖同埋启示。源源不绝出嚟噶咁样，嗱我真系咁样讲俾阿全伟听，但我唔知道世界上系冇人做到的。OK， 点解世界上冇人做到呢？因为咧 ，Bible Temple 嘅著作由 Kevin Corner 所写嘅著作咧，系到今时今日系基督教历史，起码啦，我而家所睇啦吓，过去呢五百年里边，直到今时今日，系世界上咧系冇其他人咧。是可以写的启示是有它那么大量和那么精湛的。就算我所讲的 Glad Tiding， 过去六十年里面只是出两本很精湛的书。Pastor Lascelles 那些就不太好得，但我所讲的是这类型精湛的书呢，就是 Gladdy 出了两本，就是二人之路第一集和第二集嘛。就是那个级数，但都远远不及得 Bible Temple 写那种。但是在我自己来讲呢，我真的得嘛，我真的直成了。譬如佢写关于大卫会幕或者呢一个嘅摩西会幕或者所罗门嘅殿系咪？但我自己如果俾我自己去研究嘅话咧，第一我研究另一个题目，我研究主耶稣嘅名，我可以直情查翻佢嗰种级数，用翻佢嗰种方法。我甚至教人就话嗱，其实好简单啫嘛。你想做一架车，即系我直情用咁简单嘅方式去剖析嘅，但我唔知道原来系冇人做到嘅呢个世上。我假設咗原來佢哋做到，因為我已經配合咗我自己嘅回憶啊，配合聖靈嘅呢一種咁特別嘅眼睛啊，導致我做得到。我就話嗱，好似一架車咁，權威都可以見證翻我當時教佢就係講翻呢一樣嘢，就好似架車咁。點解好多人做唔翻架電單車咧？其實就係咁啫嘛。首先你有翻呢架電單車一模一樣嘅藍圖，然後攞翻一模一樣佢嘅 parts， 咪砌到咯，好似 LEGO 咁啫嘛，係咪？個藍圖就係咩啊？個藍圖就係你對呢個電單車嘅認識咯。但系嗰啲 parts 咪就系啲工具书咯，其实嗰啲人都系用翻工具书 check 嘅啫嘛，但我唔知道就原来工具书好似海咁多，每一本工具书亦有无数个 check 法，根本你唔系咁容易 check 得到嘅。但系我自己就唔知道，原来佢哋做唔到嘅，原来，亦事实上喺我几十年之后嘅今日先知道，系世界上冇一个人可以做到，就系乜嘢咧？就系竟然可以咧攞起任何一个人嘅著作。包括咗我讲嘅 King Corner， 无论你 check 佢第二个题目，即系话佢冇写个题目又好，或者佢写咗个题目，譬如好似佢写嘅摩西会幕啦，佢写嘅节期啦，攞翻佢嘅题目，能够用翻工具书，唔单止讲翻佢一模一样，系讲得仲好过佢，可以再补充佢。我唔知道世界上系冇人做到嘅当时，咁所以变咗我周围就将我赵牧师所学到嘅，因为原来我系从赵牧师学到嗰个只系辅助咗我有呢个恩赐啫。我唔知道咧，原来反而九大恩赐喺全世界嚟讲系好普遍，但原来我所拥有嘅嗰一样嘢咧系前无古人嘅。我唔知将来会唔会后无来者啦吓，但系问题咧就系话我系能够真系做得到，因为我相信弟兄姊妹有二十八年你所听嘅信息啦，无论摩西先篇啊，或者你真系所听嘅节期啦。你而家手上随时可以买到 Bible Temple 嘅书，但你对比你会知道我所讲紧嘅系一个事实，就系话嗰啲嘅启示咧，在我嚟讲咧，
是很容易拿到的、哦、其实、啊、我就一直以为有这个误解，所以我回到来呢就将我从赵牧师身上的东西呢去不断教人的。因为我觉得呢他们哇他们就是所需要的工具书，但是当我教了工具书比譬如好像观塘献恩堂那个牧师讲到呢就闷得仲不紧要、啊、因为他讲得呢已经由闷的信息变成一个更加闷的学者信息嘛。咁另一个呢我就教咗俾边个呢，我教咗俾新蒲岗真道教会。因为当时我係喺嗰度隔个礼拜同佢分享一篇嘅主日信息嘅。咁所以我将呢样嘢又系如我所讲啦，一个礼拜里面三日基本上教晒㗎啦。所有我从节目师身上所学嘅每一样嘢都教晒㗎啦。全部教晒佢啲书系边啲书啊，边啲工具书啊，用乜嘢嘅方法啦、啊、三日教晒。但係问题我发觉咦佢讲嘅道点解咁嘅。即系点解会拣呢个咁嘅方向嘅？点解佢直情用咗工具书之后，佢连自己讲错咗都唔知嘅？咁另外一啲，譬如我权威啦，权威都系，权威系其中一个啦。我教咗嘅时候，我谂啊，哇，第日，哇，如果我教识咗佢，佢做得到啊，我做到嘅嘢咪得咯？咁哇，佢做我牧师咯吓，呢个直情我后期对一佢嘅时候咧，我直挖空晒心思，将我所识嘅所有嘢啊，所知嘅所有工具书啊，帮佢分晒类啊，等佢去买嘅。咁所以全威佢净结婚嘅时候，又好似我咁样咧，就分好多钱出嚟去买呢啲工具书嘅。而甚至我哋早期开始分享信息啊，甚至直至到开始早期教会咧，我都会尽量抽时间俾阿全威出嚟分享嘅。但系咧，佢哋冇一个做到我以为佢哋会做到嘅嘢，因为我谂住我自己做到，应该佢哋都会做到噶嘛。我假设咗就系如我所讲呢个嘅误解啦吓，呢个误解就以为每个基督徒咧都要有呢一种咁特别。同圣灵的关系，我不知道就如我而家今日所知啊，净系以当时23岁半的呢种恩膏咧，都已经原来是前无古人嘅，唔系话跟住我再有嘅一路一路落去嘅嗰种嘅级数，就好似我喺前几日同大家讲，甚至去到我讲呢一个嘅双氧水之后，变成一个世界级嘅先知嘅级数，呢个系我当时真系真心真意唔明白同埋唔知道咧，原来神将一样咁宝贵嘅嘢咧，去俾咗我。所以当时我开始去分享的时候呢，因为我为了要去做一个示范嘛，是不是，所以我就会通常跟我们大家去分享这些信息啊。里面其实里面牵涉到超过10间教会的总负责人都来听过的、啊。有些甚至是直成我直接对一去，因为他学几个学不到啊。啊于是乎 我直接对一去啦，反正我们教会当时只有几个人没问题啦。不得，我发觉不得。所以变成到最尾呢，经过呢叫做一年之后呢，因为他们听极都做不到，就是工具书的时候他们是少了一样东西，原来我后来才知道就是那种灵感，就是那种看一节经文里面知道那个精要在哪里，知道那个亮光在哪里，然后去查考去给他知道就是原来这个亮光是来自神这样。我觉得这个是一个普通看的时候应该有的机能，你的眼睛会见到的嘛，就如我所说启示的眼睛，我不知道原来启示眼睛原来是一个这么大的恩赐来的嘛。那我发觉你不得的话，那于是乎我索性就不如我唔能够将个大框框去送咗俾你，咁我不如我就讲里面细致嘅嘢啦，即係开始查一下，譬如因信称义嘅教导啊，咩叫信心啊，咩叫移山嘅信心啊，乜嘢叫做主耶稣基督嘅名啊，教会教义啊，咁呢个就而家你睇呢啲嘅讲座带呢，听返我早期就分享呢啲嘅信息啦。而除咗呢啲之外呢，我听总之任何人嘅信息呢，KC3 讲又好 ,Benny Hinn 讲又好 ,Larry 讲又好 ,Tim Story 讲又好 ,Henry Hinn 讲又好，或者 Ken Hagen 讲又好，或者 Bob Yandon 讲又好，最重要的当然是 Kevin Connor 啦，就如我所讲举世过去500年当中呢是无人能出其右的，即是那种的启示。有人想尝试行这个方向，但没人能够做到，我想起先知，我以为可能赵牧师即是开始介绍这个是一个两个，那第日将来可能有过百个啦，原来冇噶，所以变咗我当时我唔知道自己能够做到佢做到嘅嘢咧，系咁稀有嘅原来，而并且我做嘅范围阔得可以阔到我拣任何一个题目都得噶嘛，我讲受浸又可以讲到佢嗰种嘅级数，我讲关于抹饼又可以讲到咁嘅级数，咁但系因为当时我发觉身边人嚟到我身边嘅时候，我教咗呢啲佢哋全部做唔到，咁于是乎我咪开始就用示范方式啦。路加福音第二章第25节，在耶路撒冷有一个人名叫西面，这人又公义又虔诚，素常盼望以色列的安慰者来到，又有圣灵在他身上。
怀着壮志，信心坚强，真理话语燃亮，诚实热切显出方向，将你话分享，荣耀亮光闪耀在身上，愿我披戴着基督的志向，在世上要显荣耀形象。我要兴起忠心分享，全为发放上帝光亮，来陈述福音，今将我生命岁月与气力呈上，怀着热烈勇气宣扬，全力奋勇见证我主的天国，期望救拔困苦悲伤，全让我神荣光国度显扬。怀着壮志，信心坚强，真理话语燃亮，诚实热切显出方向，将你话分享，荣耀亮光闪耀在身上，与我披戴着基督的志向，在世上要显荣耀形象。我要兴起忠心分享，全为发放上帝光亮，来陈述福音，今将我生命岁月与气力呈上，怀着热烈勇气宣扬，全力奋勇见证我主的天国，期望救拔困苦悲伤，全让我神荣光国度显扬。